翻车了哟！我今天到这里来玩喽，这也是悠酱第一次来这边。零食这都是，养猫都不要了。他喜欢小猫咪的。妈妈可不吃，我不能乱动，好吧？我老子不走了，你可得给我等着，好吧？铲屎官们可以到我们的舞台附近来领取蛋糕。爷爷。哦，这是狗狗蛋糕。这边就不带悠酱来玩了，悠酱这个看到泳池就是要怕了。一会儿有小哥哥帮你拍照片啊。泡泡，哎，浓味道啊！